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大谷，我又回来了，这次继续给大家带来人工智能画像修复吧。今天我用 AI 修复了八位当年在故宫待过的皇帝的相貌，一起看看哪位演员最有皇帝的扮相吧。首先来看看康熙。你想象中的康熙可能是这样的。天道昭昭，邪不压正。想来想去，只有四个字。人工智能还原相貌后，陶瓷类高手雍正可能是这样的。很多时候是一个道理，与你合适的未必是你所愿的。你这身衣服不错。让我们来看看 AI 生成吧。小翠花爱好者乾隆可能是这样的。百年光阴真是一晃就过去。不要叫朕皇阿玛，朕不是你的皇阿玛。然而乾隆一生的白月光，富察皇后其实也很美。除了这三位古装剧里常见的皇帝，我还复原了另外几位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人工智能还原的结果了，大家感觉如何呢？
本次选择了八位明清时代比较有特点的皇帝，文案来自网易新闻知识公录，感谢云凯提供的影视资料。那么这就是本期的内容了，喜欢的话欢迎大家给个三连，未来会继续还原更多人物的，敬请期待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